我国宗教社会学论文及提纲。那在导读开始前，先邀请图书馆馆长黄建文教授致辞。好，照例每隔几天来这边打工一次。惠美是我老同学，上礼拜五的刘继伦老师还有简惠美跟我，我们三个都是台大历史所硕士班的同班同学。那我跟惠美还更早，昨天跟他吃饭以后，我回去想了一想，今年2017年，40年前，1977年是我们当同学的日子哈，所以一晃已经40年了，已经当老同学40年了，想起来，岁月不饶人啊，但是，岁月不饶我，但是饶了他很多。我不晓得该怎么称呼他，简老师吗？不太习惯了，因为我觉得我认识的简惠美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自由人啊，我觉得老师这个身份是很难约束他的。那我曾经在我的脸书上面提到过说，那时候讲到刘继伦、简惠美，我们在1980年在的时候都开始在读韦伯，那我跟惠美应该是更早一点，我们应该是1981年。黄俊杰老师的课上读《新教伦理》那本书，然后我还是带着30几年前的记忆，我所有同学当中爱恋韦伯最深的是简惠美，因为我还很清楚记得他告诉我说，他跟韦伯在谈恋爱，然后每天睡觉前就要读几段韦伯，然后就放到枕头边了。可是昨天跟惠美在聊的时候，其实她已经，跟对韦伯其实长期有一种不同的感觉了。其实我觉得很有趣，就是，30年前的简惠美跟此刻的简惠美，同样的一个韦伯，可是她有非常不同的心境。我想今天大概她主要想，可能会想跟我们分享这样的一种转变或者是体会。好，那我们就。谢谢啊，太早谢，欢迎简老师，还是不太喜欢叫他简老师啊。那也谢谢各位来。那我们图书馆有一个，我们照例一开始有一个小小的纪念品。到了最后，都一直在
跟我们讲说，我们是活在一个诸神永恒斗争的世界，这是我们时代的命运。没有救主，没有先知，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命运。那他所能提供的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去找到能够扣动你心弦的那个魔神，然后服从他，然后奉献给他，然后好好做你的工，然后承担眼下的要求。所以呢，我们剩下什么？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找到自己的魔神。那么他说，我不能够给你们做选择，这是你们自己的责任。所以从那以后呢，我就在想，那韦伯当然已经不是我的魔神了，我就还要再次去寻找啦。所以我就走上了另外一条路呀，题目是这样子来的。那后来在同样在学术作业统治业里面呢，我不会再检讨说学问是不是一个有价值，是不是有它的价值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志业，或者是不是学问有它一种客观上的它是一种客观上有价值的使命。他只说我已经用我的工作来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呢，在中间考察这篇很重要的文章里面呢，他又说，现代文化人只能够，就说现代文化人在难以逆掉的死亡时刻里，达到了对他而言有意义的终点，这是没有任何保证的。换句话说，追求一个作为追求学问的人，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学问，没有保证你在难以逆掉的死亡时刻，你会说这是有意义的、值得的，不像是在以前有宗教作为引导的时候，你可以说我知道我的归宿在哪里，我为什么而死，我为什么而生，或者呢，你只能很顽强的背对人生，然后高声地说，做了，生命已经提供了我值得活过的一切。要不然呢，如果你说够了，生命已经拒绝了对我而言值得活过的一切，那么自杀也是哲学的态度。这是一个怎么讲，他虽然是这样诚恳的在面对人生，而且在做他的日日的工，但是他没有把握在现在这样子一个所谓诸神永恒斗争时代，人是不是会死的有意义。换句话说，他也不肯定生是不是有意义。这我一直在追寻的问题，就是说韦伯这样一个可以说代表现代文化人的一个生命的挣扎，我一直说他每天过的是一个
灵魂的考验，拷问啊，灵魂的拷问，啊，这个精神的奋斗永不止歇。那么，他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像第一代的韦伯学者，这个卡尔·亚斯博士，他甚至说，韦伯是这个现代存在主义的先行者。我自己小时候是个存在主义者，我觉得跟他抱的是同样的态度，就说即使生命遭到革命，即使没有神，那又怎样？就是他说的 Dennoch， 就是虽然如此，但是人总要顶上去。可是呢，这些年来我在想，人是不是一定要像韦伯那样子，每天做精神的鼓动，才是有意义的人生？况且他已经说，那是没有保证的。那后来我就想，为什么？美这一回事，在韦伯的生命里面好像不曾存在。事实上，在西方走向现代的过程当中，这个大家知道，康德的一个想法，大家称为是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为什么是哥白尼式呢？哥白尼这个最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以前人认为太阳是绕着地球转的，但是哥白尼说不是，是地球绕着太阳转。那这个康德就说，不是宇宙有一个神秘的东西在主掌的我们的思维，所以呢，我们才是自己的立法者，就是康德的三大问。第一个问：我能知道什么？因为我们有先天的概念，我们的知识来源是从我们的纯粹先天概念来的，所以不可能从先天纯粹概念去认识到神是什么。但是我们会有自然的知识，我们会知道我们所想要知道外界的世界。那么第二个问题是，人应该做什么？他说，因为我们有实践体系，因为人是自由的，我们会意志之旅，我们有精神自由、意志自由，所谓的自由意志。那么，这康德已经反省过了，这个在外在的认知界跟在道德界这样子就分开了，两个没有办法合起来。人的 thinking 跟人的 willing 难道就分开吗？说不是的，在他第三批判，他就讲 ，What may I hope？ 我能够指望什么？其实，在美，在美感，在崇高感里面，人的想象力跟知性
是自由活动的。在通过这样子的美感跟崇高感，我们会获得上面两个认识跟实践的会通。所以当我对他的有一个稍微认识以后呢，我就觉得说呀，这条才是我要追寻的道路。后来我自己读的比较多的是美学的东西，我真的是深深有这种体验。好，可是我们今天是要讲韦伯的呀。在韦伯的这本论文集里面呢，大家看到一共分成三部，那么他几乎用了他一辈子的这个学术生涯来讨论这个宗教的问题。为什么要讨论宗教呢？他认为宗教是人类这个在实践在行为里面最根本的动力。所以呢，大家可以看一下第一部，就是他最著名的这个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他是写在1904-05年的时候，这个2013年已经开始了啊。那他后面附的日期呢，就是他发表的日期。那这一部论文集呢，事实上是把他所有的在社会政策跟社会科学跟社会政策文库里面，他主编的这一套这个期刊里面陆续发表的。那么在1919年他过世前一年，他就把它做了一个整理。所以我们看到最前面那个总序是在1920年才写出来的，可以说是他为他这本论文集的一个问题提出。那么主要的就是讲西方可以讲人类文明理性化的过程。再来呢，第二部是一个基督新教教派跟资本主义精神。第二部呢，其实是第一部的补充，因为在2005年的下半年，他到了美国去了一趟，去参加世界博览会的一个国际会议。那么他看到了基督新教的教派，就是说教友派、斋洗礼派等等，在美洲，因为他们的因为在那边的那个教会的组织不是像在欧陆这么严密，所以在那个地方的教派特别的发挥出资本主义精神，所以他在做一个补充。这个就是那个分量不是太大，大概是第一部的1/7左右。那我们再看第三部呢，叫做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那么它还是扣紧的这个宗教伦理对于经济方面的发挥。那这个下面就有一个导论，再下来就是这个儒教与道教。这个三篇呢，是1915年同时发表的。那在导论里面呢，他叙述了一下这个人类从这个巫术到宗教到世俗化，就是非神世界的一个发展的过程。然后呢，
再来就做那个中间考察，因为下面要做那个印度教的时候呢，他就要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儒教呢是一个顺应现实的宗教，这个没有形上的追求，因为这个世界呢就是最美好的世界，因为呢天道和人道是合在一起的。中国的这个在儒教的熏陶之下呢，不会去跟自然做抗争，就是可以说中国人讲说天和言，这个事实运行，百物生焉，就是你只要能够知道这个自然界这样子的运行，那么人怎么样顺应这样的自然界，那么你就会有快乐有幸福，这大致上这样。可是在下面要写印度的宗教的时候，他就发现是两极的，因为印度教或者是佛教都是要逃离现实，并不是一个入世的宗教，那么在排斥现实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当中会有什么样子的表现，那么他特别要讲这个句式的阶段和他的方向。那么接下来就还有古犹太教，你看到1919年发表的这一整套书呢，事实上是不是已经完成了他对这个宗教社会学的研究呢？事实上是没有的，因为古犹太教也只写到这个巴比伦之囚以后，那么先知出来告诉犹太人说大家要仰望，因为弥赛亚会再来的。那接下来呢他还没写完，那他就走了。所以而且更没写完的是伊斯兰教也没写，本来他是要写的，世界五大宗教，世界宗教五大宗教，可惜伊斯兰教不行，这非常遗憾，因为现在西方遇到了这个伊斯兰教非常大的挑战。那我真的不知道我们要怎么样讲这个宗教，要是有的话就太好了。那这个我今天要讲说这个提纲啊，这个提纲中的提纲呢就三篇了，就是这个它的总序啊，跟它的这个导论，还有一篇中间考察。那其实最重要的，其实在中间考察那一篇啊。中间考察呢，甚至在这个邦达臣就讲说，这篇文章呢，几乎是韦伯最深层、最有价值、最具可期的一篇文章。为什么？等一下，我重点告诉一下大家。那么你也看到那个后面那个日期啊，虽然是在1915年写了，可是呢，经过专家研究呢，这篇文章有三个版本。最后一个版本是在他过世之前才修改完毕，而且呢，这篇文章其实呼应了他的两篇演讲，是在探讨西方人或是讲现代人命运的处境。
在和大方上面是这样子。那么如果我们简单的要讲说这个，我不认为说宗教到底在人或是在世界的这个文明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呢？那么从人类学研究开始，就说人本来是在一个巫术的世界里面，因为人发现自己的生存呢，在周围有很多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东西，我们把它称为鬼，就是神。那么，当世界各大宗教出来的时候，其实就像那个 Carl Jaspers 开始讲，轴心时代在西元前五六世纪的时候，那个中国有孔子，儒教成立了，然后呢，佛陀也是在西元前六世纪左右，他来倡导。不是说唱吧，他这个以身示范一套面对世界的态度，他叫做这个典范型的先知。那么在犹太教也是西元前六世纪左右出现的这一先知们，他叫做使命型的先知，就是。这些先知呢，来告诉世人说，世界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该怎么样面对这个世界？然后呢，五六世纪的时候呢，发生在西方呢，大家可以知道，像苏格拉底，大概就在那个时代，到柏拉图，就是。当人类意识到说我们要对自己给世界提出一个看法的时候，那么这些宗教领袖们的出现，那么给大家精神的指引，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各大文明呢基本上的主轴也就在这个地方这个西方是走了一条路，那么东方走了另外一条路，那是为什么呢？就说宗教主要是要对人提出一套看法，世界是怎么回事，正是说告诉我宇宙是怎么回事，那么世界是怎么回事，那么我们怎么样应对世界，那么才有所谓的宗教伦理出现。这个意思就是说，要告诉大家我奉我处，生从何来，死又何去。那么如果提出来了以后呢，那这些导师们就跟我们说，如果你相信，你相信我，那么你这套说法的话，那么我就对你提出什么样的要求，这就是宗教伦理的要求。那么这个伦理的要求呢，当然就是落实在你的现实生活上面。我想我们会比较熟悉的，就像这个原始儒家这个人学，这是我王冠找的这个专门之学啊，就是说这个孝悌仁者求人之本于，这个孝道一直到现在都还是我们认为是做人根本的道理。所以呢，宗教伦理对于人类生活的支配性，或者讲
他的要求让人的生活有一套合理的安排。那么就从原始的一些简单的教育呢，然后慢慢的随着人类文化的各个层面，比如说在经济上遇到什么的问题的时候，那么宗教伦理呢就有它应对，那么遇到政治和遇到暴力的时候，那么在这套宗教里面就会给你什么教诲，然后就是说整个宗教的教育呢越做合理的解释，也就是我讲的说宗教伦理的理性化，他的教义越发展越完整的话，那么他对于人类生活的各个层面的要求也就越严密。那其实我们只要看这个中国从那个原始儒家一些像《论语》里面对生活的一些教诲啦，什么，到后来呢，就三纲五常就出来啦。说家庭该怎么样，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应该怎么样，就是各个层面，或者说你去从事政治，你去为官，那么，这个如果你是在儒家这里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做到什么什么。那越严格的规定生活各层面以后呢，就越教条化，虽然是一个理性化。但是也就是一个教条化的过程，在基督教里面也是一样，从原来这个耶稣也只是说要爱世人，那么经过整个西方神学主治主义用人的理智去思考神的时候，然后在面对人的生活的各个层面的时候，那么越来越严格的各种规定就出来了，这就是他讲宗教提供世界图像，然后对生活有一个很好的规制，它叫做生活样式。其实呢，这也就是说要有条理的让人有一个对生命超实的态度。那譬如说儒教一直从三纲五常以来一直发展到后来呢变成所谓的礼教之人已经超乎这个人之常情了，那么里面就会有反抗出来，在基督教里面也一样的，经过这个教派的革命，那所以的宗教传统的形成到宗教传统的打破，这是韦伯在讲整个宗教发展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的时候，大致上是循着这条一路上去走的。那么，所以这个要回到刚刚的问题，就是当宗教方面往这个合理的解释一路走下去的时候，人类的其他方面也在往理性化的方向走，比如说经济的安排，比如说政治制度的形成，虽然跟宗教一直有着就是宗教来影响到政权的发展，但是权力本身有他自己的
走向，所以人心化。如果大家记得在政治作为一种志愿这篇演讲里面，他就说政治是什么？政治就是以武力为手段的权力追求。那么人间这个宗教法则呢，跟人间法则是处在紧张状态之下的。当两条路线都在走这个理性化或者是理智化的这个过程，会发生各方面的紧张关系。那么这就是中间考察这篇文章里面的一个主轴。今天呢，这样子讲的好像都是非常原则性啊，而且很理论性，好像这个。那么骨肉在哪里呢？我就特别想要跟大家讲一下关于情爱，关于性欲。这个韦伯在中间考察这里面占了他五分之一篇幅，就来讲仁爱的人类的性爱跟宗教之间的紧张关系跟冲突。其实呢，与其呢我跟大家泛泛的讲，倒不如呢我来跟大家朗诵一下韦伯的这个爱的诗篇。他这一段是以前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段文章啊，而且是非常的雄辩，甚至呢雄辩到有点失意。那前面的几段呢我就不说了，因为它事实上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简明生动的这个西方的性爱发展史啊。那我简单的说啊，他因为他自己也说，那我以这个西方来做例子啊。那譬如说从古希腊的神话啊，还有古希腊的悲剧里面，大家都知道，他说悲剧作家都知道，两性之爱是一股纯正的命运之力。那么到我读柏拉图的时候，在他的这个文艺对话集里面，他借着苏格拉底之口，他们在辩论说，两个人在一起啊，如果要结合的话，那到底是有爱情好呢，还是没有爱情好？这个苏格拉底跟对方辩论了半天，说还是要有爱情好，至少呢，爱情会让人的灵魂长翅膀。然后呢，像我们会讲说，柏拉图式的恋爱，那是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人的精神之爱呢，应该可以超乎肉体之上。在这个时候呢，这个 Eros 人的性呢，就被性欲就被所谓精神的提升了。然后到中古时候呢，我们先也常常讲说要骑士精神。那什么叫做骑士之爱呢？他说骑士之爱其实就是这个骑士呢对于高贵妇人的这个风尘式的恋爱失踪。那么在这个阶段呢，还是零容分离的，因为这个在宗教的这个教育之下呢，就是情爱这方面是属人的，不属神的，
所以他是一个要克制的，要有精神胜利吧。然后呢，我们知道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开始呢，我们知道有所谓的沙龙文化。那么如果怎么样来讲这个叫沙龙文化呢？他认为呢，这非五人色彩的沙龙文化是一种知性主义。那么他把这个从那个时候从性爱提升到所谓的情爱，这个过程呢，在沙龙文化里面，就得到了更加的高扬。那么这样子的恋爱的情怀啊，就是用这个，他认为说，他们确信呢，异性之间的对话呢，具有创造价值的力量，尤其是呢，文人之间呢，在贵妇人面前，在沙龙里面的这个高声辩论，就像比武一样，能够那个促进这个人的这个怎么讲激素吧，或者说自信的发展。再来呢，就到了这个启蒙时代，也就是理性主义时代的时候，那么这就是韦伯的重点，就是说当中世纪这个神权笼罩的这个时代过去了以后，那么人觉得就是人类的自主意识开始了以后，那么不要再灵肉分离。这个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这韦伯呢，他就用了一个叫做性关系的重新解释跟进化，这就是组织主义的爱情。从这个地方开始呢，我就要跟大家朗诵，因为这个韦伯呢，把这个人类组织主义的这个爱情描写的非常的生动，好像是他自己的声音。但是呢，我为什么说他叫做精神苦斗呢？因为在这一整段对话里面，就好像他撩动他心弦的那个魔跟神的对话，是吗，金晨？好，恋爱关系啊。这个爱的追寻呢，在恋爱关系里面呢，达到无可超越的顶峰。为什么呢？他说，这是人跟人的灵魂的直接的交融，是一种无垠无尽的献身。啊，展现的什么呢？是一个具体的个人，竟然会如此非理性的对另一个具体的，而且是世上唯一的一个个人的奉献。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而且呢，这个意义呢，使这两人关系本身呢，具有这个价值的内涵。也就是说，从爱情的观点来看，这个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好像太无中，就讲说感觉完全化为一体，你消融在其中。而且呢，这样子一体是如此的压倒过一切，不由的人要加以象征性的诠释。那他说，宛如圣灵，就好像达到了这个宗教奉献的境界。那么他说，恋爱的人呢，感觉自己这个好像根植于用任何理性的努力都永远无法达到的真实生命的核心，这个好像已经把自己从理性秩序的冰冷无血肉的手中
从这个日常的无谓的称呼之中完全逃脱了出来。要，他说这种不能用任何手段来加以表达的这样子的体验呢，跟宗教里面呢，拥有神其实蛮相似的。而且呢，这种成熟大人平时之间的爱呢，那种此生相与的真切，再一次肯定了性领域的自然性，而且是有意识的肯定，这是一股有血有肉的创造力量。那这是他所谓，在我看来是他自己，在这个情爱关系里面，认为说这是人用智识的思考，所能够达到的，几乎到达，这个宗教境界，就好像在现在现世里面就能够，得到救赎了。就是让人觉得是有归属、有意义、值得活。但是呢，这里的对话开始了。那么神这边就说了：“其实啊，这一切太过人性。”这个当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我就想到他一直在跟尼采对话。尼采就写过人性太人性这本书嘛，他说在神看来，你们认为这么神圣的一个状态呢，其实是太人性了，而且呢，这样的情爱关系一定这个在精炼的程度上一定跟粗野的兽性会结合在一起的。那神这边说其实不过是人跟人之间的斗争，譬如说嫉妒、占有欲、暴行、享乐，什么样子的暴行呢？我们来看这个爱情里面，居然出现了暴行。他的暴行不是打人，是一方家猪脚不出野的那一方灵魂上最深刻内在的一种暴行，只是呢，当事人不曾发觉，所以是最深刻内在。我非常赞同他这句话，小时候不太懂，但是后来真的懂，就说恋爱中的两个人其实是在争胜负的，是一方夹在脚不出野的那一方的一种暴行，而且呢，在假装是人跟人之间最深刻献身之余，那么其实是自己在他人身上一种既然精纯的享乐。这让我想到的是这个，就马克思的那个对象化理论，他说对象就成了他本身，对象就是人的本质，对象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反应。其实，我们会在韦伯的很多 context 里面看到，他跟他的前辈们，跟尼采、跟马克思、跟康德、跟歌德、跟托尔斯泰的各种的对话，那如果理解的没有错的话，那么他讲这段话的时候，就是在跟尼采、跟马克思在对话。好了，那么这个
秦汉这边呢，还是这个要反驳啊。他说啊，任何完全一体化的爱情共同体，都会认为共同体本身的形成理由没有别的，就是因为彼此之间一种不可思议的缘分，换句话说，就是命运，就是被赋予正当性的呀。这个爱情之上的理论都会是假设认为的。但是呢，好了，从神这边又在说了，他说所谓的命运呢，也不过是一种纯粹偶然的激情燃烧，而且呢，这个病理性的招募状态，而且呢，是一种客观地理的扭曲。可是呢，爱情这方面就说了，快乐恋人的幸福感本身呢，被感觉是一种善意，他有一种想要歌咏全世界都充满了欢乐景象的友善心意，或者呢，是但愿人人也都享有幸福的这个天真心愿，然后将世界呢都粉饰为洋溢着欢喜的一种温情的切望。好，这是爱情说法二。接下来神这边又说话了，他说呢，这个你们说这个是叫做升华的情爱，其实里面呢，恋爱呢，骨子里面呢，必然是排他性的。你只爱这个，你不爱别的，而且呢，你就是非常主观性的，对吧？而且这个恋爱的激情呢，就是毫无尊严可言的自我失控。好了，可是情爱这边又说了，纯就情爱立场而言呢，纯正的激情本身就是美的典型。如果抗拒这样子的情爱，就是对爱的神圣性、对美的一种冒犯。所以，人类意识、人类的理智的高昂，跟这个宗教追求的这一方的紧张性，是在这个地方。那在人的这边认为这是一种现世之美，是现世内的救赎。可是呢，在宗教的这一方认为这就是一种被造物的神话，是属人不属神的。说到这里呢，我发现的是，我对于呢世人这种审美世人的精神，它其实是有一种非常不信任的一个态度。像他曾经讲过，中国人的这个君子的理想就是一个高贵的人，他认为这是一个属于审美式的理想。如果呢，正和反，正反正反，是不是可以有和棋呢？事实上呢，在这里面呢，韦伯的个责任伦理又出现了。他认为，人类的这种情爱呢，也只能在婚姻关系里面找到一个最符合人性的安排。他说，这叫做爱情的转化。
也就是说呢，把责任的意识呢，贯穿到有机生活的过程里面的一切细节里面，而且呢，一直到风烛残年，余音袅袅为止。也就是说呢，在伴随着责任意识的爱情生活过程当中，彼此应许，互相担待，而且括号写就歌的观点，这个我等一下再做一下补充。然后说，在实际人生当中，能够拥有这种宝贵真意的纯粹形态者，少之又少。而真能够神领身受者，可说是命运的佳慧与恩宠。我以前读到这段的时候呢，我就想到一个故事，就是在民国初年的时候，这个林徽因那个大才女啊，那个旁边有众多才子的追求啊，包括徐志摩啊等人啊。后来呢，她选择梁思成，就是梁启超先生的儿子。然后呢，这位梁先生呢，就后来就问林徽因说，他为什么这么多精彩的人，你都没有选，而且选了我啦，跟我结婚呢？那林徽因说，你这个问题啊，我要一辈子才能够回答你。其实这就是微博在这里这个讲的，说把情爱关系转化到婚姻关系上面来。他的所谓的责任是在这里落实下来，我们就可以回想到他在学术作为者之列这篇演讲稿的最后，他一直呼吁责任伦理跟心智伦理，一边是魔鬼，一边是上帝，你自己要选择一个。但是呢，后来我又再读到政治作为一种制约这篇文章，又说只有在心智伦理跟责任伦理两者相辅相成结合为一的时候，你才会成为一个道地的人。那为什么会有前后矛盾的情形出现呢？我在想，其实韦伯他的思想还在继续发展啊，因为1920年他实在是走得非常的突兀，因为他就感冒肺炎，然后一个礼拜他就走了，然后这套书呢，差不多也快编完了。根据 Jaspers 的这个说法呢，就说他这个生病之前，他是疯狂的在工作，好像进入了狂迷的状态。而且他判断，即使没有感冒，他把他这套书整个做完，他一定要崩溃的。因为后来我在读了一本那个韦伯的传记之后呢，就
觉得这样的艰苦卓绝的人生实在是蛮让人佩服，但是不忍心，因为韦伯不会玩，在他的生命里面没有悠游自在这回事。他认定了扣动他的心弦的神魔对他召唤，给他使命，要他做工。这他常有一句话说：“趁着白日做那差我来者的工。”他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那里面。那么刚刚讲到说，这个提到这个，一直到公主缠绵余音袅袅为止的这一段，彼此应许互相担待的括号下，这是歌德的观点。事实上，这个歌德呢，我们知道最有名就是他的这个浮士德，而且所谓的浮士德精神一直是这个西方人或者是讲到现在我们现代人的一个所谓的积极奋斗克服这样子一个人生的态度。但是呢，我记得在这个也是他演讲里面呢，他说什么叫人格呢，就是切实的对那个纯粹的日常工作的献身，这样的人才有人格，对吧？那么工作就是一切。然后呢，还对歌德提出批评，他说呢，即使是艺术家，也都是要一天工作。那这个即使这个人格呢，伟大如歌德者，想要把生活变成一种艺术，也会对艺术造成伤害。如果你怀疑这点的话，你就必须是歌德。那即使是歌德，如果你怀疑这点，必须是歌德，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才胆敢拥有这种自由。但是呢，即使是像歌德这种千年难得一见的伟大的天才，也必须为自由付出代价。但是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没有太弄清楚他的意思。但是他就是我说，歌德实在太爱玩了，这不行，这个没有每日好好的工作呀。基本上我讲到这里，因为馆长说留给我们时间，大家来可以讨论一下。好，我们先谢谢陈老师。现在8:04，我们将近半个小时时间，各位有什么要请教陈老师，或者有任何的问题？学生，因为我刚才听的时候没有很清楚知道老师，就是实际上
跟韦伯分手的那个最关键的原因。然后还有就是老师的新欢是什么这样子？就像是其实那个说分手呢，并不是那个严重的谈判啊，或者是真正破裂啊，没有这样子。我只是觉得我的心越走越远了，就这样子。然后，我刚刚也稍微提到了一下，我走靖康的，就是走靖哥的，我觉得对我的人生来讲，其实有更美好的盼望。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去碰我的人，因为这次，答应了王馆长以后呢，其实让我遭受到很大的痛苦，因为我已经是这样子开了我的康泰斯大概有5年之久了。2013年出了最后一本我译的韦伯那个Friedrich Wien 的就是韦伯学思路，在群学出版社出版那本。为什么译这本书呢？事实上呢，也有点告别的味道，因为我想译了这个20年的这个韦伯呢，总是应该做一个科普的工作吧，就是说，找到一本书我觉得不错的，能够把韦伯的这个一整套，不只是那个宗教这一部分，还包括他的另外一套经济社会这套书，就是说他的这个支配社会学啦，就讲政治的各种类型的，那么讲法律社会学，还有讲这个经济行动跟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等等，这也都是他另外一整套，我们也译的差不多了，是吧？那么，我后来发现这个律师那个呢，他整理的蛮不错的，而且他用这个韦伯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这条主线来贯穿他这个宗教这一部分跟社会学这一部分，我觉得他会用的不错，所以呢，我想说，我找到出版社。就是说我想把这本书译出来，那么所以2013年出版以后，对我自己来讲，就觉得说好像有一个交代了，可以用一本比较介绍性的书把它这个著作贯通起来，然后介绍给大家，这样子好像不算尽一点责任吧，是这样子的。那至于说我的新欢呢，其实因为这个恋爱还谈的不太久，也不过这三五年的时间里面，那么我走向美学呢，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其实我先接触到的康德跟美学呢，是从李泽厚先生那边来的。那李泽厚写的这个批判哲学的批判，它是一个康德的导论。那么还有李先的那个4本，就是关于中国文学，还有他讨论美学本身这个方面。那我自己读了以后，觉得非常欢喜，很喜欢。也就到了他这个理论呢，在因为你读一本书，你自然就会再去找另外相关的书来，那么就拓展了你自己的知识的领域。那静哥的呢，本来像上一部分大家都看过了那这个后来我就再把整个歌的那一套书，他所有的著作都拿来看，拿来读，其实是越读越喜欢。跟王刚讲讲，每当
热爱，那种感觉，那种生命力。那因为像我刚刚跟给大家朗读的这个所谓的爱情，那还是非常的那个，怎么讲，理论，而且老是在跟他神魔的对话，不像那个，哥德每次谈完一个恋爱，我不管，大部分都失败，失败以后呢，他只有写出诗来，他才能够把自己解放出来。譬如他说，只有懂得相思的人，才了解我的苦痛。那两句话就讲完了，这个恋人的那种心境，就说那很贴近人类感情的，就说不管你在每天每天生活里面，你都要面对很多的要求，那么你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生命一直有力量出来？那么卢康德呢，事实上是让人的这个头脑清楚。比如说，什么叫概念？什么叫观念？什么叫理念？什么叫表象？什么叫印象？事实上，我们平常在聊天啊，或者读书的时候，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讲好像不是界定很清楚，但是在康德那边，是每一个词汇它的定义都是很清澈的，就是我们在思考事情的时候不容易混乱。那我还是相信康德的说法，譬如说他的三大悟性，就说我能认识谁 ？What can I know？ Know 知识，或 What I must do， 就说我应该做什么，这属于道德的悟性，也就是他的属于实践的心。然后 What may I hope？我能够有什么样的指望，或者我可以希望什么？这三个问题，如果好好的有一个系统在自己心里的话，那么就回到他最后第四个问题 ：What is man? What is man？ 就是人到底是什么？我想对我们来讲，这个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那这我自己还在追寻，所以康德还是要继续，哥德还是要继续。不晓得有哪个问题？好，谢谢一个好问题。还有呢？智商。刚才我是从大历史说的，不是神，是在黑我其实读，而我读的不是很多。不过，我的理解是这样，因为自己研究的关系，我发现，对于研究生来讲，韦伯这样一个对于学术的处理的态度，其实，他除了在理解世界以外，让我们发现如何追寻他的一些步骤在做学术这个工作。但是我其实发现他很努力的在把世界这件事，世界里面非常多的他想要秩序化，他把很秩序的去分析出来这样子。所以他的文字里面其实陈述的方式比较不太有太多的多的可能的想象的部分，他很教条式的这样去陈述某些事情。那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说人性人生活里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混乱的部分，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用学术，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用理论来处理部分。那他又把像这种混乱的东西理论化，他也尝试去处理这个部分，而是我一直很好奇的一件事情。他也没有把这个没有办法解释的部分，他又解释了，这是我的问题。那我是觉得蛮有意思，就是他对宗教爱情这种的解释啊。那我其实直接想到的是，过往的社会里面有一种婚姻的结构是由媒妁、由长辈来指定，或者来要求后辈跟随着这样的模式走入到婚姻里面。那它的基础里面没有像维伯布康德所讲的这些的爱的基础，那它确实充满了责任，它确实也充满了责任的吧。人生这一关在婚姻里面去做吧，所以感觉上听起来，呼应到刚刚老师提的那个部分其实这样就变成是没有办法回溯的，就是没有办法回到爱的那个阶段了。这个跟我们可能有时候在理解这段是从爱开始衍生的这个部分，但是放在我们曾经文化脉络里面有的这样一个婚姻的结构是没有办法回溯回去。我其实刚刚有这样的感触嘛，是这样。那以上是我们这样的想法，这样就行。你的第一个问题是说，这个人生里面有混乱的部分，而这个韦伯好像不处理，是不是这个意思？或者他怎么处理？我举个例子啊，这个韦伯学问大的这个没有办法在一个晚上讲完的。但是回答你这个问题呢，这个首先韦伯是一个类型学的大师啊，他说人在这个采取行动的时候，或者你的行为，基本上可以分成四个类型。第一个是感情性，第二个是传统性，第三个是价值理性，第四个是目的性。如果你想想看，你要去做一件事情，你是不是可以从这四种分类里面来问问自己说，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是因为感情冲动吗？还是说这个传统上大家都这么做，所以我当然也就这么做？还是你是价值理性的，是你有一个信仰，因为我相信，所以我就这么做？这就是他所谓的心智的。第四个就目的性，你考虑要达到那个目的，你要计算你达到目的需要用到什么样的手段，而这个达到这个目的以后，你使用这个手段会有什么样副作用，你是不是把它计算进去？那么如果你都想清楚了，你就知道你达到这个目的你要为这个后果负责任。这也是他最后他说责任是在这里。事实上他这个四个行动的这个驱动力呢，是跟他的气质跟责任是合在一起的。我想他很多的类型的安排呢，都有助于我们在做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清楚的，就要记得这个理智清明的一个地方。比如说举个例子，就讲政治好了，但是政治有三大类型，一个是卡里斯马型，一个是传统型，一个是法治型。那么你在面对一个政治局势的时候，你要问说，这样一个政治人物在做出这样的行为的时候，那或者是我们在考虑我们的政治制度的时候，那是因为领导人他具有
开了心嘛，你就认为说，我就非要这个领导人不可，不管是法治还是不法治，对吧？还是说，我们必须就是要有个君主，对吧？君主就是天，对吧？这是一个传统性的一个在我们归类里面是这个样子。还有就是他说的现代法治性的，是要有自由选举，要有国会，即使是一个国家领袖也是必须要在这个法治底下行事，而才不会走上所谓的民粹，走上卡里斯马这样子一个路上去。当然了，他所有的分类呢，他说这都是一个理论上，事实上就像人到底是情感性的行为，还是传统性的行为，还是一个信念的行为，还是一个目的的行为，事实上是有交叠，不是分得这么清楚。你只是让自己清楚自己的行为应该掌握比较重的分量是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交叠。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还有一个或两个问题，我们下去。我想请问，韦伯对资本主义的理想哈，跟我们中国的儒家、道家的理想，有没有冲突？层次的问题啊，一个是说，在这个宗教伦理的要求之下呢，这个资本主义精神会不会发芽滋长，然后跟这个整个社会制度配合起来，而走向资本主义的方向啊？那么另外一个，这就是说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宗教文明里面产生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制度。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没有办法产生的话，有没有办法接受？是的，在我们来讲，儒家的这一个生活智慧叫做实际理性的实际主义，应该讲实际主义的理性主义。他说中国人的这个实用的智慧比这个边沁的那个功利主义啊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在接受资本主义的这个经济形态的时候是绝对没有问题，不会造成精神上的阻碍。好像是一种
universal 的部分，就是说，然后是以西欧做例子嘛，至少从希腊罗马，那在其他的文明，还有用到其他文明的爱情资料。我知道后来，因为按照时间排序，后来印度教跟佛教可能都有一些宗教跟爱情中间的重叠、性爱啊什么的，但是他基本上谈的这个爱情好像是，虽然这些经验好像我们现在听起来好像是非常大家都可以感同身受的一些，但是应该这也是有一些文化上的不同吧，爱情、性爱等这种人类原始的一些欲望，对于这个它的类型上的影响。其实就这个性爱这个本身来讲的话，就文博子在我印象里面呢，他就是以这个他作为近代西方欧洲文化之子的这个立场上面来这个讲述他对这个爱情的这个反省。那就我印象里面，他在谈到其他宗教文化传统的时候几乎是没有提及的。那么你只要回想一下，在他这个儒教与道教里面，他几乎是没有谈到爱情。事实上在我们中国传统里面，你没有办法得到所谓的爱的教训。就我个人经验而言，这个你会谈到情爱的问题的时候，通常呢，都是从阅读其他的，就尤其是西方的东西啊。那么这个中国的爱情的处理呢，都是在戏曲、小说里面提及的。至少在正统的中国儒家里面是不讨论这个问题，他注重的是人世的这个现世的安排，是要把个人的这个情感压抑下去的，比如说怎么样才能够符合家规国法。个人的爱情在人间世上的安排是不具分量的，就像刚刚有同学讲说，好像我们也只是传统来讲就讲民俗之言啊等等，是因为中国儒家是把家庭的维持放在第一位，那个个人的感情。其实为什么在这个五四的时代，然后就说解除这个封建传统的过程里面有这么大的激荡，我们知道在明初的时候很多名人的爱情故事为什么会很惨痛，是因为就是在破除所谓的封建教条谈自由恋爱的时候会起的冲突，因为当你一个人的情感为主的时候，你把它放在第一位，你就不会把你的家原来家的那个价值秩序放在第一位，所以这是有冲突。所以在我国处理这个其他宗教传统里面，他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另外呢，不是很重要，就是说，就像在儒家讲人间秩序安排里面，爱情是不被提及。刚讲到中国传统的家庭或传统的
家庭夫妻之间情是在很淡薄的一个位置，那还是比较重要的一个人格的元素。这当中如果没有情，他的情是到家庭之外去寻求。那我的焦虑可能是在如果他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情跟义他同时都要兼顾，但是呢，他就在许多时候，其实他是被冲突，或者说他其实当你把其中的一端走到极致的时候，另外一端就会有所缺憾。那对他来讲，他是不是主要的焦虑表现在这个地方？那这个跟他个人的感情生活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记得张望山老师第一天来演讲的时候，他提到他跟他的妻子的关系，以及他跟他两个大家都熟悉的情人之间的关系。韦伯自己在处理他的情爱问题的时候，跟他你刚朗读的那一段他谈爱情，有没有什么可以来谈的地方？有，也许是。这人情跟义啊，就是韦伯用两个词呢，来回答这一点，一个叫做日常性，一个叫非日常性。人的理性的发展就是要对日常性做很好的安排，可是呢，人除了日常性之外，还有非日常性。会让我感觉人生有热情，因为如果全部都是日常的话，那就活得不容易满足，应该这样，按照冷冰冰的秩序的安排。那讲到说韦伯自己的这个情感，其实就像我刚刚为什么要读的这一段呢？因为，像我这样的人，把爱情都思虑的这么清楚、这么深，那已经不是普通的，热情或我们说的恋爱。他有一个，他有两个情人，一个是钢琴家庄，庄 Tauber，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 Ilse。 那要讲到韦伯恋爱时呢，这个也是 long story 啊。那个我讲一下，这个 Ilse 呢，是当初这个。那个世纪初呢，少数的这个才女，也是个美女。你只要看她那个照片，你就知道说那个，我相信那个迷人的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是韦伯的第一个指导的女学生。她在当时海德堡大学呢，只有四个女学生。那么这个 Ilse 呢，在大指导下拿到了一个博士学位，在当初是非常稀少的状态。这个 Ilse 呢，跟他的一个妹妹，这个 Edgar 呢，他的姓叫做 von Richthofen， 也算是一个小贵族出身的。那这两个姐妹花呢，都非常漂亮，而且就非常精彩。他的妹妹呢，就是那个 D.H. Lawrence 的太太。那这个 Ilse 呢，他原先是这个亚斐的太太，是就是跟韦伯一起主编这个社会科学跟社会政策文本，另外一个主编，我们有三个主编，另外一个是松巴特。那在亚斐的时候呢，这个 Ilse 呢，就有了很多的情人。那么另外一个情人是那个叫Otto Boss， 是弗洛伊德的大弟子，而且还跟他生了个小孩。然后呢
后来这儿子呢又跟韦伯的弟弟阿普谈恋爱，而且在韦伯死后呢他也就同居，而且是他终身的恋人。那这个最重要的是韦伯的太太这玛丽安呢抱的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她实在是太爱韦伯了，她知道韦伯没有儿子不行，所以她就站在他那边，甚至呢在他那个Rocking 的那个传记里面，他提到说这个韦伯失恋的时候玛丽安女士跟他一起失恋。这有点不符常情，但是事实上就是这个样子。那最后呢韦伯生病那个阶段呢，这个亚瑟都还跑来指责玛丽安，你说你实在是太不当心了，怎么感冒也不当回事，然后天天派医生去看韦伯。后来韦伯走了以后呢，他跟这个玛丽安呢变成一个非常紧密的关系。后来这个玛丽安呢也是死在他的怀中的。那这个我记得那时候这个介绍艾瑟的时候呢就讲说在1960年代学生运动新解放时代的时候，他那个孙女啊写信，从美国写信来跟他讲说，我们现在这个共同体里面呢男男女女其实都不分的呀，这个我们的性关系如何等等。然后这位格雷玛就回信给他说，你的经验实在太浅薄了。这位艾森呢其实活到100岁，非常美丽的人生。好，谢谢呢。我想也许下一次请田老师来讲一个新的题目，叫做韦伯他的妻子与他的情人。可能大家会觉得会有点意思。我并不是说今年的没有意思。好，那我们时间超过一些了，那谢谢田老师，也谢谢各位。谢谢大家。